at China 2024 Big Data Expo in Shenzhen, and this year marks 10th anniversary of this event. I'm super excited and I can't wait to see what the high tech and the cool thing inside. So let's go.旅行助手是什么意思？这个是马蜂窝基于我们十几年来积累的数以百亿计的旅游大数据和我们的攻略知识图谱而研发的旅游行业的这个行业大模型，然后它叫 AI 旅行助手，我们也把它叫做 AI 小马。然后它很核心的功能呢，是第一，能够做这种实时的游客问答，这样的话你有非常多的旅行问题就可以直接问它，它给你做解答。第二块的很核心的一个功能呢，是它可以帮你去做基于这个目的地的行程规划，并且做完了所有的行程规划之后呢，接下来你还可以买到对应的旅行产品。你可以理解为重拔一体，我们还会有在地的旅行向导来为你提供线上的实时的服务。我跟你说，这简直就是批人福音，就有了它都不需要做攻略，走哪点哪就可以环游世界。